兄弟们，西哲继续卡点给大家试水新转盘。昨天刚抽完星童，今天又是机甲系列转盘，真是纯心不想西哲好好休息啊。实不相瞒，西哲黑眼圈都熬出来了，看在西哲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有币的投投币，没币的点点关注吧，求求了。 OK， 然后这种系列转盘的规则是80命卡片一抽，81个十连，保底75抽必出一个，也就是最多不超过6001把。这里再提醒兄弟们一下，系列点赞值点满大家都可以白嫖三抽，但是到现在还没多少玩家点啊，一抽都拿不到，所以没点的兄弟们有空记得去点一下。这边咱们先拿 M13 吧。没想到西哲抽这种转盘也变得这么黑了，明明之前抽圣诞系列30发就出过货的说，现在他喵的黑的像还债一样。我去，出金了，但是名片。唯一的好处就是现在都重复奖励，每次十连都能大概抵掉一抽，也就是后面三把500多点就能拿下。像西哲这么黑的大概需要2000吧，但是西哲还有计划啊，要留点拿神话 BP50 的，不然 CP 不够了，所以这次只能先搞两把了。这他喵的白牙狼我看也是要保底了，不知不觉三个十连又下去了。我勒个动作啊，你他喵的也特贵了，我就不信了。第四个十连给我出，服了。第五个十连
六个十连，再不出就有保底了。不是吧，哥们，真就这么黑的吗？当你抽到第七个十连的时候，无论出不出已经没啥意义了，这已经叫保底了。我去，这还不出，我他喵的非要抽满75抽是吧？破防了兄弟们，我他喵的后面这五发要一发一发抽，多一毛也不让游戏赚，气死我了。刚刚第一把好像是72抽出的，我倒要看看这次给我卡到70级。OK， 现在73，完了，真就拉满了，哈哈哈哈，呜呜呜，有人要睡不着觉了，是谁呀？原来是我自己，哈哈哈哈。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典藏到手了，不敢想象那些几十发欧个两三把的人直接白嫖典藏时的样子。如果你是欧皇，不要分享在我评论区，谢谢，我真的会哭。如果你是和希哲一样的飞球，欢迎尽情分享。最后，兄弟们都看到这里了，来波三连加关注吧。不然卡点试水，再过一期就更不动了，呜呜呜。